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这里，这是平均功率，就是说它一个周期的时间里面传播的总能量，就是总机械能是这个，是这么大。那么它每一秒钟传过去的能量是多少焦耳啊？那就可以化成这个，因为这个 T 分之一就是 F 乘 lambda 就是 V 啊，传播速度。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 omega 变成二派 F， 然后这个表示式呢就变成这个表示式，那它的单位是瓦特啊，瓦特。所以我们要记得，波在传播功率的时候，它的平均功率是跟振幅的平方成正比，跟频率的平方成正比啊。好，现在我们就看另外一个叫做 intensity， 波的强度啊。波的强度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波，它在单位时间，就是每一秒钟，垂直的通过单位面积的能量，这个叫强度，就是每一秒钟通过每一个平方公尺这个面积的能量，我们称它叫做强度啊 ，intensity。好，那么根据它这个定义呢，我们去看看这个绳坡。如果一根绳子，它的接面积是 S， 绳坡的强度呢，我们就可以写成这样子 ，E over T。这个就是它的平均 power 啊，平均 power， 平均 power 就是单位时间垂直通过啊，就是垂直通过这个接面的能量，然后再被这个面积来除，接面积来除就是单位面积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波的强度的定义。那我们把 P 呢，二分之一啊 ，mu omega 平方 a 平方 v 带进来，它就变成这个样子的哈、啊。你也可以把这个 omega 呢，把它改写成二派 f， 于是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它的单位是每平方公尺有多少瓦特啊？这个是强度啊，强度声波。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啊，在一个介质里面，当有一个波在传播的时候啊，我们在同一个时刻，这个面，我们随便拿一个球面，这是球面波，啊，这个面上面的所有的质点，它的相位通通相同，就是说，相位相同的点，就每一个同一个时刻哈、啊。相位相同的点所构成的面称为波前，叫 wavefront， 或者我们就称它叫做波面啊。那么这个就是波前，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波前啊，这是另外一个波前。那就球面波呢，它的波前呢或者它的波面呢是呈球面状啊，球面状。哎，如果是平面波的话呢，同一个有同相位的这个点，同一个时刻同相位的这个点，它所形成的这个集合呢是一个平面啊，一个平面。那么这就是它的波前或者叫做波面。那这个平面波的波面呢是平面。好，那么我们看这里有箭头啊，这个直线有箭头，这个也有箭头。这个箭头啊，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从声源发出来，然后呢，它跟每一个波前，它所经过之处，都跟波前垂直。那这个我们称它叫做射线啊，叫做 rays 啊，叫做 rays 啊。那么波前啊，这个叫做射线，射线，这个也叫射线。那么球面波的射线呢是呈辐射状，辐射状。那平面波的射线呢是一组的平行线啊，一组的平行线。
那么两个坡面之间的距离哈，叫做一个距离，就是一个 lamina， 一个坡长哈。你看这个跟这个之间长度是坡长，这个跟这个的距离也是一个坡长。那么这个面跟这个面的距离也是一个坡长哈。那么这个是我们介绍两种我们常见的坡啊，一个就是球面坡，一个呢是平面坡。好，那么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功率，看强度啊，强度。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炸弹在空中爆炸，就在这一点爆炸，那么它放出来的能量是一个定值，那么爆炸的时间就是一个定值啊，所以呢它放出来的总能量跟它的时间来除啊，就是它的总功率，因为它释放出来的能量呢是定值啊，被这个爆炸的时间来除，就是单位时间的能量呢就是一个定值啊，就是一个定值，就是它的功率是定值啊， power 是一个定值。好，那么我们看这个球面坡的强度，我们刚刚说过是单位时间垂直通过单位面积的能量，就是垂直通过的功率，那球面坡就应该是功率被它的接面来除。你看它的坡面哈，坡面成接面哈，它所经过的坡面呢不断的增大，就是说一爆炸以后啊，它这个声波啊就不断的扩大成球面状的扩大，那么它的大小就是这个跟时间有关啊，因此它的强度啊 T 是一个定值，但是分母这个坡面的面积是跟时间有关，时间越长的时候坡面面积越来越大，因此它的强度啊就不断的衰减啊，我们发现它强度呢跟距离啊，就是说你这个坡面与声源之间的距离 R 的平方成反比，这个要记住哈，强度是跟距离，就是距离声源的地方这个距离哈平方成反比，那因此呢在 R1 跟 R2 两个半径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是 T1, 这个是 T2, 啊，那么 T1 的 R1, T2 是 R2, 那么它的 IR1 比上 IR2 就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啊，那就是 R2 比 R1 的平方，好，那么这是球面坡。至于平面坡呢，因为它的面积啊始终保持一个定值，平面坡的坡面不会变大的，就是那么大啊，一开始是多大后来就是多大，因此它的球而它的强度就保持一定啊，保持一定，像我们点的这个日光灯也好，或者我们点的那个灯泡白炽灯也好啊，你距离灯泡越远的地方呢你会感觉得越暗，你看起书来啊觉得越暗啊，这就是比如说灯泡，拿灯泡来说它是球面坡，你距离灯泡越远的地方呢强度越小，所以你看起来就越暗。但是平面坡不是，平面坡就像什么，我们现在最好的平面坡啊是雷射啊，我们的雷射你们在实验室做的那个雷射，太奶雷射，它放出红光，点状的红光啊，那么它出来的坡面呢几乎是一个平面啊，几乎还没有达到平面，不过已经相当好了哈，比如说你从我们教室的这一边照到后面去，
到了我们教室的最后面去，它还是那么一个点，而且强度还是清晰可辨的。如果灯泡的话就不行了啊。所以以前我们做一些，比如说我们测光束啊，起初没有雷射的时候呢，我们用灯泡来做，哎呀，那个好难做啊，好难做，好难做，因为那个强度很弱很弱啊。那么后来有雷射以后啊，啊，那个快得很啊，那个强度啊，那保持一定嘛，你不要去中途再去聚焦啊，什么东西的啊。因此呢，我们知道平面波的强度是个定值，球面波的强度呢，它是随着 R 的平方成反比，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好，现在我们看，当一个波它在一个介质，就是单一的介质里面传播的时候啊，啊，那么它就比如说是行进波，往 X 正方向的行进波，那么它就一直往 X 的正方向行进啊，一直一直行进。可是如果这个波是在两个不同的介质里面传播啊，当它从第一个介质传到第二个介质的时候啊，那么在这个不同介质的交界处啊，交界处就我们也称为界面的地方啊，那么会产生一个现象，这个我们要记住哈，就是波呢有一部分呢会反射回来，就是往回跑啊，另一方面呢啊，往回跑的这个波我们称它叫做反射波啊 ,reflected wave。啊，那么另外有一部分呢就是原路，沿着原路啊行进到另一个介质，就到另一个介质中行进，这个波我们称它叫做穿射波啊，称为穿射波，这个现象叫穿射啊 ，transmission。那么这个波呢，我们称它叫做 transmitted wave 啊，穿射波。那么这里有一个例子哈，这个大家注意一下，比如说这是一条绳子。比较细，比较细啊。那么这个呢，比较粗的绳子，两个连在一起，那就是说这个绳子啊，单位长度的质量要比这边要来的大啊。这个都是这样子哦，哈。好，那么我们现在比如说坡，从比较长度密度比较小的坡。行进到比较长度密度比较大的波啊，比如说入射波是这个样子的啊，它的 pairs 是这个形状的啊，它现在进到这里来了啊，进到这里来了，它会产生什么呢啊，一个就是反射，反射回来一个穿射，你看反射回来的波啊，它跟这个形状正好相反，这就表示它的向相反 face 啊相反。可是穿射波的这个 face 啊，跟入射波的是一样的啊，一样的 ，OK 啊。那这个我们要记住啊，这由实验得出来的。那当然我们也在学电磁学的时候啊，我们可以从电磁波里面导出来啊，导出来。不过我们现在就是。各位就当作是从实验里头看出来的啊，就是当这个入射波从质量密度比较小的这个介质往质量密度大的介质行进的时候，到达这个界面呢啊，反射波会有一个相差，反射波跟入射波有一个相差，可是穿射波跟入射波呢相位相同啊，这个就是反过来，这个波从质量密度比较大的介质往质量密度比较小的介质行进啊，到了界面以后呢，反射波你看它的相位跟这个一样啊，穿射波的相位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穿射波跟入射波的相位始终是一样，但是反射波呢就要看情形了哈，
从质量密度小的往大质量密度的方向行进的波，反射的时候它的相位相反。如果波是从大质量密度往小质量密度行进的时候，反射波的相位跟入射波是相同。嘿，啊，这个就是我刚刚讲啊解释的，啊，好，这就是我解释的哈，啊。好，如果我们刚刚讲的是两条绳子，有粗有细。如果说这两个介质的密度相差非常的悬殊，啊，非常的悬殊，比如说我们质量小的绳子往一个非常巨大的绳子，我们就把它当作是固定在墙上了，哈，固定在墙上，就好像这个地方的介质啊，有无限大，嘿，无限大，啊，那么现在入射波从这里进来了，到达这个界面呢，它没有穿射波，啊，全部只有反射波。全部反射波，刚刚我们是说相位相同，但是你传过去的时候啊，因为它反射，又有反射又有穿射啊，它的强度是一定啊，强度入射波的强度是一定，到时候呢它一部分反射一部分穿射，那当然你这个强度就要分给这两个啊，一个反射波一个穿射波了，所以反射波跟穿射波呢强度都要比入射波要小。可是现在这个情况啊，啊，波了到了这个界面啊，它没有穿射了，就是没有能量从这里穿过去，所有的能量都反射回来，因此呢这个强度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时候啊完全反射啊，那我们就称啊，这种现象叫做完全反射。啊，像这个就好像质量小到质量大的密度，质量小的密度到质量大的密度，这个方向行进，反射波是跟入射波相位相反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个悬殊的情况，就说这个是一个柱子啊，一根柱子。那么绳子的这边有一根环套在这个柱子上，这个环可以自由的移动，自由移动，那就好像是什么呢，这个有质量的这个绳子跟一个没有质量的绳子相连接，这两个质量也是悬殊啊，啊，结果呢，啊，这个波到达这里的时候啊，啊，它也是啊，没有穿射，全部都反射啊，全部都反射。那么这反射的时候啊，是同向啊，同向。OK，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啊，因为这个波是向上，所以它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啊，会对这个墙有一个向上的力，可是墙就给它一个向下的力，对不对？这两个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因此这个绳子就受一个向下的力产生的 push， 所以这个相反。可是这个 push 呢到达这里的时候啊，这个环也跟着起来了，就说这个环呢是往上的，因此它就受一个往上的力，所以产生一个 push， 是跟这个入射波的 push 是一样的。好，再来我们介绍一个波非常重要的一个 principle 啊，叫做 principle of superposition， 叫叠加原理。叠加原理，叠加原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有好几种独立的波在同一个介质中传播的时候，独立的波，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管弦乐团在演奏啊，喇叭跟小提琴跟长笛这都独立的啊，你吹你的号，我吹我的长笛啊，独立的。可是这些声音啊，这些声波啊，同在一个空气里面啊传播，
然后传到我们耳朵里面去，然后我们耳朵里头的这个借助震动的位移啊，是什么？如果是只有喇叭，那当然就是跟着喇叭这个震动，如果只有长笛，就跟长笛一起震动，如果只有这个小提琴的话，我们就跟小提琴一起震动。但是如果三种都有的话呢，那怎么办呢？啊，那我们发现这个时候三种乐器使得这个空气的分子产生震动的位移，就是 Y 啊，啊，小喇叭有它的 Y， 称 Y1 好了，长笛叫 Y2， 小提琴叫 Y3。 那我们耳朵里头以后，我们的耳朵里头就有一个合成的位移，这位移就是 Y1 加 Y2 加 Y3， 是加起来的，而不是乘起来的，就是加起来，这个叫做叠加性，叠加性 OK。 这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有两个波各自在指点产生的位移，分别是 Y1 跟 Y2。 好，两个波同时在这一点同样一个介质里面产生的这个合位移 A resultant displacement， 就等于 Y1 加 Y2， 这个就叫做叠加原理。叠加原理很重要，就是说他们这个波啊，每一个独立的波啊，都各自震动各自的啊。当他们同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位移是加起来的，但是等他们过去以后啊，又我们拿这个波来看好了，这有个 pulse Y1 啊，这有个 pulse， 它的位移比如说是 Y2 啊，到达这个地方的，在这个地方跑，这个往右边走，这个往左边走，然后他们会遇到一起，对不对？遇到一起以后，它就会产生一个合位移，这个合位移是 Y1 加 Y2， Y1 加 Y2。 但是啊，这个波还是继续往这边传呢，这个波呢就是这个波继续往这边传呢，等一等呢Y2 就跑到这里来了， Y1 就跑到这里来了，跑他们错过以后啊，交叉错过以后，它的这个位移啊， Y2 跟原来的 Y2 一模一样， Y1 跟原来的 Y1 一模一样，就是说两个波相遇的时候啊，就是两个波占有同一个位置的时候呢，这个波的位移是加起来，但是原来的形状还是在啊。这就是波的一个特点啊，我们物质不行哦，物质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呢。比如说两部汽车，一个往这边走，一个往这边走，然后在这个地方撞在一起了，撞在一起以后还会不会说等一等，这个车子又跑到这里来，这个车子又跑到这里来，不会啊，碰在一起就支离破碎，完全面目全非啊啊。但是波不会啊，波不会。所以说你去听管弦乐的时候啊里头好多乐器啊，有吹号，有打鼓啊，好多乐器啊，都跑到你耳朵里头去了。它的位移是加起来的，走合位移是全部加起来，但是每一个波还是存在啊。它这个效应就是说，这个波产生的效应跟这个波在你耳朵里产生的效应加起来啊，我们加起来就听的啊，这个管弦乐的音乐很和谐，很好听，可是你还是能分辨哪一个声音是喇叭，哪一个声音是长笛，哪一个声音是吹号打鼓哈，你都可以听得出来，就是声波是这个样子啊。
我们可以听管弦乐，欣赏管弦乐，就是因为波有叠加原理。啊，光波也是一样啊，光波也有叠加原理哦。啊，比如说我在路上看到张三过来了，如果他单独过来，他的波传到我的眼睛里头就是张三。如果李四单独过来，我看到就是李四。如果两个一起走过来呢，两个波都传到我的眼睛里头来，都在我的视网膜成像啊，我还是可以分辨出来啊、哦，是张三跟李四一起过来啊，他绝对不会说张三跟李四一起走，让我看成是王五哈、啊，然后我问王五你是真的王五还是你是合成的王五啊，不会有这个现象，哎，啊，你看到一只猫过来就是一只猫。看到一只狗过来就是一只狗，猫跟狗一起过来的时候不会说变成一只猪啊，它还是一只狗跟一只猫，那这个现象就是所谓的叠加原理，很、啊、这个，所以有这个现象，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所看到的现象呢，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所遇到的，如果没有叠加原理，是其他的原理，什么惩罚原理了等等哈，那就糟糕，那你这个看到的人呢、啊、你不晓得他是真的一个人呢还是说他是这个合成的哈，你看到一只动物也不晓得这个动物啊是什么动物，是合成的还是一个真的动物哈。好，那么这是叠加原理哈。好，那么波，好几个波同时相遇，就是好几个波同时在同一个介质里面传播的时候啊，那么这个介质呢，它要是每一种波都会在这个介质里面产生它应该有的一个结果，如果同时传播的话，它会同时有一个结果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称为这好几种波啊，它产生了所谓的干涉作用啊 ,interference of waves, 就是波的干涉啊，产生这个干涉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波列同时在同一个介质中行进，那么依据重叠原理叠加后合成一个新的波列，这种现象称为波的干涉。我们现在假设有两个波，两个正弦波，一个是 Y1, 一个是 Y2, 啊 ,Y1 跟 Y2 呢有一个相差，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例子来看啊。好，两个相遇在同一个同时传播在一个介质里面啊、哦、那于是呢这个介质里面的波就变成 Y1 加 Y2, 啊，这两个相加。那我们现在就是简单，就是假设它的 amplitude 是一样啊 ,K 了 ,Omega 都是一样，就是差一个相差而已啊。那这个就很好做啊，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啊 ,A 提出来啊，里头是正弦函数之和啊，就变成这样子的，两倍的 cosine, 二分之 phi, 啊，乘上 sin,KX 加 Omega T 加二分之 phi。啊，就变成一个新的波，这个新的波你看它这一边呢跟这个波的形状啊是一样的，就是相位不同而已，相位不同就是它的同一个时刻位置不同而已了哈，形状还是一样，不过它的 amplitude 不一样了，原来的 amplitude 是 A, 这个也是 A,然后这个合成的是 2A, 还要乘上一个 cosine, 二分之 phi, 还要背这个东西来，还要乘上一个这一项。Okay? 好，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结果就是说合成波、啊、成分波是正弦波，合成波也是正弦波。啊、合成波的频率跟波长与二个而成分波是，这就成分波啊，成分波，这是合成波啊，它的
频率跟波长都一样，但是呢合成波的出相不一样了啊，这相位就不一样了，然后振幅呢也不一样了啊，振幅跟原来这个振幅呢也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看看，这是 Y1 是这个波， Y2 是这个波，这两个波有一个现象，就是说它叫同相。比如说 Y1 跟 Y2 一个是零，另外一个也是零，一个最大，另外一个也是最大啊，像这样叫做同相啊。同相的时候啊啊，这叫同相啊哈，同相。哎，好，这样的同相的波呢，你把它加在一起啊，你看我没有把这个 Y 画出来哈， Y 呢应该就是在这里这个地方，就是 Y1 加 Y2 啊，0还是0了， Y1 加 Y2 比较高啊，到了这里以后呢就是 Y 负 Y1 加负 Y2 啊，那么它震荡的就是振幅啊会比原来的还要高，那么这种干涉呢就是说合成波比成分波的振幅要来得大啊，那这就是振幅大，就是表示它强度比较强啊啊，那这种波我们称它叫做相长干涉，或者叫建设性干涉啊 ,instructive interference。啊，如果是这个样子 ,Y1 是这样子 ,Y2 是这样子，那正好 ,Y1 最大的时候 ,Y2 是最小负的啊啊 ,Y2 最小 ,Y2 最大 ,Y1 是最小，那正好啊，那么 Y1 加 Y2 就是变成0了，处处变成0了啊，这样的波呢我们就称它叫做完全相消干涉，合成以后就消掉了，没有了啊，完全相消干涉，叫 completely destructive interference。 如果说它也不是同相啊，就说 Y1 啊啊 Y1 在这里，Y2 在这里， Y2 它两个也不是同向，也不是这个它的相位也不是这个相差180度，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合成波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合成波变成这样子了，这就是任意的两个波哈、啊、合成。那么它的振幅呢介于零，它可以振幅可以是零，可以在这个两个振幅之和之间，这个大小一定比这个最大值加这个最大值来的小啊，嘿。好，然后我们就要看波的干涉里面呢有一种波非常的重要啊，叫做 standing wave， 叫驻波啊，驻波。OK，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根弦，它系在两个墙之间啊，两个墙之间，我们把这个当作 x 轴，这里是 x0， 这是 x 等于 l， 固定在墙上了啊，就说这一点跟这一点不能动了。然后我们在这个 X 方向，正 X 方向产生一个正旋波，假定是这个样子的正旋波，然后它到达这个 X 等于 L 的地方就开始反射啊，于是它会产生一个反射波，这反射波呢我们假设它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假设它仍然也是正旋波，不过振幅不一样啊，其他的波长跟频率都一样了啊，这波速就跟波长有关了啊，这个不一样啊。那么合成以后呢，你看入射波不断的从这里前进，反射波从这里进来，两个波就产生干涉，干涉的结果就是 Y 等于 Y1 加 Y2， 就是这个。那么我们现在要问这个 A prime 到底是什么？反射波的振幅是什么？
好，那我们就用一个边界条件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是固定在这里啊，它在 x 等于0的地方呢， x 等于0的地方啊，它不震动啊，因为它固定在墙上面啊，所以 y0t 等于0，就是说 x 等于0的地方，随便你什么时间，随便你什么时刻，这个 y 都是0啊，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啊，那我们就得到，啊，这个 x 是零呢，那 sin 负 omega t 就等于负 sin omega t 啊，啊，这边呢就变成 a prime sin omega t 等于零，那我们解出来哦 ，a prime 等于 a， 就是说它反射波的振幅。跟入射波的振幅是一样大。好，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A prime 改成 A 了，因为我们解出来它是一样大，那么它就变成这样，合成波就变成这样子。那么我们把 sin 跟 sin 这两个正弦函数加起来，变成 2A sin kx 和 sin omega t， 那这个就是合成波。你看这个时候合成波的波形呢跟行进波就不一样了啊，不一样，行进波是 sin kx 减 omega t， 这个却不是，这个是啊，变成 sin kx 和 sin omega t。 那我们把 sin kx 跟 2a 括弧啊在一起，那我们就说啊，这个时候啊，这个弦上面任何一点的位移呢，它是做什么运动？你看如果这个括弧是值是一的话呢，它就是等于 cos omega t 啊，或者等于 a 的话就 a cos omega t， 对不对？ 2a 的话就是 2a cos omega t， 这是一个什么运动啊？间歇运动。可是啊，它这个 a 啊或者 2a 啊，它不是一个定值，它跟位置有关啊，跟位置有关啊，位 x 等于0的时候，这个 a 这个括弧等于 0， 就是说0的位置根本就没有震动啊。那么 x 不同的地方，它震荡的这个振幅就不一样。好，这个波呢我们看起来啊，它不会像行进波那样子跑的，不会，它就是在原地啊，这个震荡啊，所以它在原地啊，比如说这个波某一时刻是这个样子啊，那下一半个周期它就变成这样子了，变成这样子，所以每一个指点都是这样子震荡，都是这样震荡啊。我们看到它，你看这个波峰啊不会跑，这个波谷也不会跑，那这个波就好像立定在那里，站在那里啊，所以因此我们叫称它叫做驻波啊 ，standing wave。好，我们要特别注意啊 ，standing wave 啊，它这个波峰不会跑啊，波峰始终在这个地方。可是啊，我们看这些点啊，在同一个时刻，这一点震到这里，这一点震到这里，这一点震到这里。啊，那等等呢，这个会下降一点啊，再来这个再下降一点，然后就跑到这一边来。所以说比如说这一点是在这个地方震荡，振幅是这么大，这一点呢同时它震荡的时候，它同时跟它一起啊震上去，它震上去它也震上去，不过它的振幅没有它大啊，比较小，在这里振幅啊，所以这种震荡啊就是振幅不一样啊，振幅不一样。可是呢在同一个，我们称的这个叫做波环呢、啊、因为如果是弦在震荡的时候啊，我们眼睛看得见啊，眼睛有视觉暂留的这个这个特性啊，会看到这个啊，这里模模糊糊的有一个波环啊。好，当这个朝上的时候，这个朝下，
这边又是朝上啊，所以是这样子震荡。每一点的振幅不一样哦，同时震荡，它跟行进坡不一样啊。行进坡是怎么震荡啊？这一点往上去，后面也跟上来啊，跟上来，都跟上来，都跟上来。但是它最大可以到达这里啊，其他的点也是可以到达这里，也是可以到达最大的振幅。但是柱坡不行，柱坡就是说啊，不同位置的振幅不一样啊，不同位置的振幅不一样，这是柱坡。柱坡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啊，各位一定要对它非常的了解啊，对它了解。神坡各位做实验都看过啊，当一根弦受震荡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坡环，会有坡环出现的啊，会有坡环，这是因为我们眼睛有视觉暂留啊，所以你会看得到啊。好，那么因此它震荡的时候啊，有的地方振幅最大，像这个地方振幅都是最大啊，有的地方振幅等于零。啊，等于振幅为零，始终为零的那一点，我们就称它叫做坡节，叫 not 啊，坡节，坡节，这是坡节，这个坡节，这个坡节，这个也是坡节，这也是坡节。然后振幅最大的地方，我们称它叫做坡腹 anti not 啊，坡腹，这个坡腹，这个也是坡腹，这也是坡腹啊。现在我们就看这个坡节是在什么位置呢？坡节产生在什么位置呢？那我们就把它这个来看呢，这是它的这个柱坡的坡函数啊。当坡节就是说，不管你在就是说无论你什么时候看它，这个 y 都是零啊。那么那一点就叫坡节，所以你看这个始终为零的话呢，始终为零的话，就是 t 不管在什么时刻都是零，那这个时候呢，那一定是什么？不管你什么时候看它都是零啊。OK， 可是 cosine omega t 不会是所有时刻都是零啊，它有时候是零，有时候不是零啊，那么它。一定要是零的话，一定是这个括弧要等于零，这个括弧等于零，那就是 sin kx 等于零， sin kx 等于零就是 kx 等于 m 派， m 就是123的意思，0123啊， k 是2派 of lambda 乘 x 等于 m 派，于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x 啊解出来，它就是二分之派的乘 m，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呢是二分之 lambda 的整数倍啊， m 等于零就是这里， m 等于一就是这里啊， m 等于二就是这里， OK 啊，那么这是坡节的位置是这么决定啊。坡我们讲晓得最大振幅这地方叫做坡腹啊，啊，坡腹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要最大值，这个最大值啊，那就是 2a 了，这个最大值就是 2a 了，那就是 sin kx 永远要等于啊，正一也可以，负一也可以，因为这个震荡值啊，这个最大值，这个也是最大值，绝对值也是最大，所以说啊，在坡腹的位置啊。啊，坡腹的位置，我们有 sin kx 等于正负一啊。那么你们讲义上可能会写错了，讲义上多了一个 2a 啊，你把这 2a 杠掉啊。那么这里就是 kx 等于啊，如果 sin kx 等于正负一的话呢，那么 kx 就等于这个，等于二分之派的奇数倍。啊，二分之派的奇数倍，你把 k 等于2派 of lambda 带进去啊，我们可以解得
波幅的位置就是这样，波幅的位置是四分之派的奇数倍，零的时候波幅在这里啊，零的时候是四分之派，一的时候是啊四分之三派，二的时候就是 m 等于二的时候是四分之五派等等啊，这个是波幅的位置。OK， 好，我们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